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我又来做美食了啊！今天我要挑战一下宋小宝的海参炒面了。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有海参。今天呢，我要用蝗虫来炒一下面啊，看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啊！接下来就开始准备吧。 炒面已经炒好了，我没有海参，但是我很骄傲，我有蝗虫，尝一下，太香了，尝一下这个粉的味道，嗯，有点烫，哇哦！ 特别的香，特别好吃，堪比宋小宝的海参炒面啊！那今天的做菜环节就到此结束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特色是什么？海参炒面。海参是正经海参不？海参是海参，正不正经我不知道。